泰鲁阁国家公园内包括沙卡当步道、小锥鹿步道、锥鹿古道、白杨步道、卓西丹大林道等山区，都有民众打电话向消防局报案，说联系不上亲友。而消防局指出，由于现场道路、电力、通讯都中断，搜救人员徒步进入，并且在泰鲁阁燕子口协助撤出11名受困游客。特搜大队昨天晚上摸黑进入台八线，沿途可见大大小小的碎石散落在地。当搜救人员抵达燕子口景点时，发现贩卖部有11人受困在内，其中包括3位德国游客以及台北花莲等8位台湾游客。经过确认人数之后，立即将他们带下山，大约深夜12点左右才抵达消防分队，成功救援。啊，11个人吗？有怕窄一点吧？给五分点。七八九十，哎，等等。另外，核仁、核中、核平矿区都还有人员受困。空勤直升机今天一早救出6名受困工人，其中1人脚部受伤。受困工人获救之后，受访时直呼，当时石头太多了，从上面下面不知道跑哪里，就躲在沙包后面。哇，那个石头太多了，就明头啊，像子弹一样啊，从上面这样。不要跑哪里啊，哇，我们都怕，我们都躲在沙发后面。因为山区道路中断，北花莲多数矿场有数10名工人第一时间无法下山受困山区。空勤总队花莲驻地黑鹰直升机经晨飞到核仁矿区，救出了6名矿工，并且空投粮食睡袋到和平矿区。至于台泥和平矿区，则是还有68名员工受困山区，空勤总队直升机经晨载运苏打饼干等粮食进行空投作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